双排更好，就是做很久以后也不会倒。哎，双排，双排以后呢，你舌底勾腮，你这些知道吧？舌苔上颚知道吧？牙所有齿、的都知道。对，对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心跟身同在。坐在那儿，心也在那儿，不是说我这身子坐在那儿，心没在了。真好。啊，对，你看这就这来这要学心法，就是心跟身要同在，知道吧？要练这个。这个是不是很难练？你这个不难练，你回来就行了。我就是思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比如说你心跑在哪了，也要了解。比如说，我心跑在黑龙江了，上海了，哎，跑在郭宇身上了，跑在阿庆身上了。跑在打扫卫生身上了啊，跑在打扫还是不打扫身上了？不打扫，然后想想不打扫吧，难受；打扫吧，累。到底打扫不打扫？然后就坐在那儿等入定，知道吧？就这样子想，到底打扫不打扫？哎，不动了，管他打扫不打扫就不动了，然后就这样修啊。然后但是呢，是心要回来，知道自己在分别，自己在折腾。知道自己在就是跑，然后就拉回来。那么最重要的是，当身体坐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心就在那，心跟身同在啊，那个时候身体才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，身心才会转化。你身体在那，心要跑到那个，但是如果是跑了，你要知道自己跑了，然后在哪，然后随时那也是，那就是觉。我觉得我心在黑龙江，我觉得我心在谁身上，或者我觉得我在挣扎，我觉得我在分别，我觉得我在来回波动，我觉得我静了，甚至我觉得我定了，哎，就是静下来了，我现在不想了，我啥也没想，这都是觉。那么那个觉也是跟你的身体同在的，就这么继续，就 OK 了。但是不要动，就是。我就昨天早。你觉得晃，你觉得跑的不是跑了，其实这是个假的。到最后跑的是什么？因为你是那个觉，觉就像镜子一样，跑的是那个镜子上那个反光，那个光影，知道吧？乱七八糟。我觉得我到上海了，我觉得我在黑龙江，我觉得我跑到别人身上了，我觉得怎么？我觉得就是那个镜子上反光的那些光影，是你认为你是那些光影，其实你是没动过的，你是觉本身，你一直觉，跑的是影子。知道吧？你就修着，不用管。但是呢，你觉得尽量的慢慢静下来，你甚至你觉得你静了，你觉得你静下来了，不跑了，这也是个觉，没什么区别，只要不分别就行。就是慢慢练的，现在还是浅。对，练继续。昨天早晨，师傅，保持这个觉。快到40分钟的时候，就是后边这块有一个。拱到这儿不拱了，不动了。今天早上就没感觉，就疼吗？不要去寻找那种感觉，也不要去放弃那种感觉，只是觉就行。打坐的时候。